民族，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是什么。古代女子被认为有一双小脚，是非常美的一件事。谁要是脚长得大了，那就会被世人说闲话，更有可能俩都嫁不出去。所以为了拥有一双小脚，他们就创造了缠足。难道缠足的原因仅仅是这个？下面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古代的女人从小到大基本上都在自己的闺房里或者家里待着，为了不让他们能够到处走，为了把三从四德做到极致，为了满足男人们那点自己的女人就要老实在家的占有欲，所以就给女子缠足。这缠了足的女子基本上走不了什么路。第二个原因，这缠足可以让女子的身体发生变化，更能满足一些性需求。女子一缠足，她们走路就不会用脚掌用力，而是用肿部作为全身的着力点，一走跨步就跟着扭动，时间长了，她们的骨盆会渐渐往外扩，骨盆的外扩会让她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好生一些。第三个原因，是女子缠足是跟国家统治者的想法有关。有书记载，这缠足来源于北宋，北宋的皇家女子和上层贵族女子都要缠足，这样她们有一双好看的小脚，这小脚也成了她们进宫的标志。那时候的官员管这种脚叫宫样或者官样儿，可见缠脚是统治者的想法。这最后一个原因，跟文人士大夫有关了。这女人在他们眼中那就是个洋娃娃，就是用来玩的。他们这些人都有病态的审美，认为这小脚可以放在手中把玩，极为有趣，还写了还多有关女人小脚的艳词。为了满足他们的病态性心理，他们还把缠足作为衡量女人美丽的标准。我们都知道古代还多词都是夸女性过完了小脚有多美多美，例如三寸金莲、香钩等，还总结了这小脚的特点。这小脚可是把四个脚趾头弄折了放在后面，就弄个大脚趾，想想都不觉得好看。是那些文人骚客读的书多了，这花样也会变多吗？现在的女子没有体会过裹脚是什么感觉，但是从描述来看，在小女孩的时候就一直裹直到成型，那中间的痛苦真的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。现在的女生应该会很庆幸没有生在那样的年代，女子永远男人的牺牲品。